好听。结婚了吗？离异带俩娃。想把你娶回来，把你宠成小公主，那你会宠我的娃吗？我有两个娃，140多万给可以买了，不要，60-70 W，140可以买两辆。真的有两个吗？是的，有两个。你嫌多还是嫌少啊？不骗财力就好，不骗财力就好。你给多少财力啊？你给多少财力？必须离开，那老强了，快不快那个世界第三强了？马上上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首富榜，是叫什么榜来着？福尔摩斯榜，那叫什么榜？马上挤进前100。福布斯，马上挤进福布斯吧。姐姐，你成家立业了，姐姐都有两个孩子了。不过50万你自己定个吉利的数字，你要给我50万彩礼啊？你是哪里的？你是哪里的？彩礼金额这么高啊？北海广西吗？广西没有这么高的彩礼呀、啊！你忽悠人的呀？那你好棒哎，好棒！这有什么棒的？可以带你去玩。对于你来说，我可以出那么多。如果不够的话，你可以再喝两口，是吧？
洗完头的时候过一下就行了，洗完头吹干的时候过一下它就很湿了。你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？因为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欢迎两大支柱，爱情加钱，缺一不可。是的，你再有钱，你在全世界买房子，你在全世界买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？你也不给我花一毛啊！你好像我的老师，长得像，可能我戴个眼镜你就觉得像。谢谢夸奖。谢谢爱心心，喜欢我的双眼皮。我也喜欢，你是单眼皮，可以贴个双眼皮就行了，双眼皮贴，或者去割一个，不用贴了。欢迎加入粉丝团，有问题是我不会贴双眼皮贴，多贴几次你就掌握了。第一次没贴好没关系，你每天贴一贴，一次比一次贴得好。我还看过人家博主教我的教程，看不会。你要动手，我眉毛好看，我眉毛画的不好，眉毛现在画了。你要动手，你才会，你光看不行。欢迎金属花，谢谢你的灵气。
再回复了吗？垂直一个类目啊，太杂了。嗯，到时候我看看，我再看看，整理一下。能啊，能直播啊！你没看我是在直播吗？因为声音太大了，这样可以不？你们好，欢迎大家。你认识多少个？不烦我有遗憾。对啊，是啊，现在就是比较多。就是你认识的时候认识的，现在就品比较多。尝试一下看看哪个卖的好吧。没亮灯牌我们可以亮一下灯牌，点点赞，大家在那往上点点。你可能吃到过期的东西了吧，吃过期零食好卖，零食是好，零食确实好卖，零食没有没什么门槛吗？什么人都可以卖，反正大家也不会挑嘛。哎，看着感觉好吃他就买回来买，没什么，不用顾及太多，不用顾及太多。那我肯定不会垂直走零食类目的。有一米七，没有，我怎么会有一米七？我有一米七都开心了，太行，我有一米七，我简直太完美了吧？为啥？因为我感觉我也不太适合零食啊，我不太适合，我不是那种，不会像人家那种就是很能吃啊，特别能吃的那一种。就是说你像我就吃一点就差不多就饱了，不像人家那种特别能炫啊，这个吃吃那个吃吃，吃多少都不吃不饱的那种，就比较适合。那你适合啥？我可能会往美妆和服饰这两个先尝试一下吧。现在我现在适合啥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也刚开始还在尝试中，具体适合啥咱也不知道，就是美妆或者服饰护肤，美妆护肤服饰类。我才一米五八呀，那我也没比你高多少，我就一米六一。谢谢金属方，退货率特高，服装不建议。对，服装退货率确实高的离谱那种，也高。但服装为什么高？就是说，你像因为服装它可以退嘛，大家就是看到好看了都会买回来，反正如果收到了不合适就退掉嘛。你像美妆护肤那种，一般就是收到了你开封试用了，一般大家都不退的。所以他说，所以就是退货率就没那么高。你像服装大家就喜欢，衣服会经常天天都买，你像美妆护肤就不会天天都买的那一种。服装就是属于你今天看到好看的你就会买回来，明天看到好看的你也会买回来，所以他就会退的很多。谢谢金石欢。你跳的舞蹈赞，谢谢夸奖。我是福建人，图片和实物有差距。对，就是我们穿上好看，可能就是卖家穿上好看，然后买家收到穿上不理想，一个买家秀一个卖家秀啊，它都是会比较造成这个退货率狂狂上涨的。你像美妆护肤啊什么的，这个就还好，就还行，没有那么多问题。没那么多问题，好好说话，好温柔，好好听，好美。你真会夸奖，你是嘴太甜了。
是自然流量。之前有一个品牌方投流，我自己是不投的，就是品牌方他们自己想投的话他们就会去投，但是很多品牌方他也少投，投的不多，就有一个品之前投过，有一个品投过一次。差不多全是靠自然流的，都是靠自然流。吃了喜糖当然甜，你去参加了婚宴了。喜糖都不怎么好吃啊，单子很少。对，但是我投的话我不想投。我不想投的，我投了我怕我赔，我的佣金就那么一点，我再给他们投一投，万一没有出单亏钱，能赚就赚，不能赚咱就不赚，不能赚咱也不赔，咱也不能赔进去。就有很多品牌方他们也不投，就少数的品牌方投，因为很多品牌方他就说这个利润太低了，就不投，除非你这个品你再发出去了，你这个自然流就跑得有点好，跑得挺不错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投一些，再给你助跑一下。如果说你这个发出去你这个自然流走的也不是怎么样，不怎么样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投，因为就很容易亏。对对，商家是要看你这个单量，单量上去了他就会助推一波，就像视频是一样的，你的视就像我们娱乐主播，你的短视频火了，他也会再给他投一下抖加，然后让他再上一波台阶。你就像你的视频本身你就大家不爱看，没什么流量，你还是去投的话他也其实没什么效果的。视频素材质量占七成，投流三成。你就这个视频质量不错，你这一投流的话就是那个叫什么，就是说反正就是可以再助推他一步，让他跑得更多一些单子。锦上添花，好多女孩子都被我夸得放飞自我了，女孩子被你夸了放飞自我。那你是渣男吧，你是渣男吧。我的播放量之前10000起步，现在只有1000了，什么情况？那就是说你的这个视频它不受欢迎的了现在。要不或者就是你可能被限流了，你要先看你有没有被限流，如果你没有被限流的话，那你就是你的这个视频大家不爱看，你要重新拍好高质量的视频发布。我看你出视频的速度很快，从过年到现在都300个了，我才搞了200多、啊、你是搞你搞的是带货还是搞的是那个？哦，反正就只要我没有事的时候，我都是一直在拍视频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就出的很快。你看我今天都是从我起床吃晚饭，我就一直拍，拍到了6点多，拍到6点多我就吃饭，然后我就上播。我就除了睡觉、吃饭、直播的时候没有拍视频，我其余的时间我都在拍视频。我就算是我出门的话，我都会想着啊，我现在要出门，我看看我出门适合带哪一个品出去，一起把它拍了。我都会把这些都给它计划进去。我带货号新的，电影前景没带货好，前景好。我觉得电影前景现在应该也蛮好吧。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挺喜欢在这上面刷电影看，因为现在人都比较忙嘛，看一整部电影太费时了，太长了，根本就
都会看电影解说，很多人都喜欢一下子把这个电影几分钟内给他看完。而且你们这个看电影不是也能那个中间穿插广告吗？也能接广告，耗时太长，就一个视频四个小时，那确实也是一种那种耐心活。你要么带货就不会不用做那么久，带货的话其实蛮快的一个视频，你如果熟练了的话，你拍发布完一个小时，其实一个小时都可以拍出，我一个小时可以拍个三个品吧，三个品。没有带货号赚的多呀，你带货号现在赚多少？不是，你带货号现在那个 GMV 多少一个月？我是东莞第一申请。东莞第一渣男吧，第一渣男。视频残的话后面投给我弄个新的。你不是都发200多个了吗？你不是已经都发了200多个带货视频吗？注销了。哦，你是自己开小店吗？不是那种帮那个品牌方推广吗？你是自己做的抖店吗？和我号一样性质，那不需要执照啊。我们这种达人他不用执照的呀，只要佣金就好。执照是品牌方他那边都有的呀，他那边他自己店铺上传的呀，我们这边只需要挂他的链接就好了。你弄的企业号。哦，企业号不就是要那个营业执照吗？代办营业执照出问题。那你做达人为什么要弄企业号啊？企业号一般都是那卖自己的品呀、啊，卖自己的品。这是卖什么的？我想了解一下，吃穿用的。你想了解可以那个。我的主页上有那个小号，你可以进去看一眼。折翼天使丽美，想后期多人直播哦，就是，哦，那我知道了。那个好像多人直播必须企业号才行，就临时。临时那你应该拍的都是那种没有真人入镜的吧？都是就是只拍产品的那一种吧？桌拍的就是对，就是对焦产品是吧？那种很卷啊，那种很难出单吧？那种挺卷的，因为这种发的是最多的。那种就相当于你没有做人设，然后只是拍品，就会蛮挺难的，就是。就等于你这个视频的质量，你拍实品的时候，你。一定要拍的就是直接抓住看看的人的心，一看妈呀好真的好想吃，一看就非常想吃才行，要不然别人就嘚嘚嘚嘚全给你刷过去了。你像有人的话，你是做了一个人设在里面，人就是可能不看你这个品，就是冲着你这个人觉得啊喜欢你这个人，然后他也会买你的东西。后期出镜，前期多拍。那应该是要找个你自己出镜吗？有很多那个呀，就是真出镜肯定比多拍前期好。就像很多那个年轻的那种男人，二三十岁的用一个老人特效，就天天就吃一口什么也不说，天天就拍那一种的，那种高效率出那个出产出视频，一天都能拍100个，我觉得。
很多人都去看巴黎奥运会，有的通过直播，有的通过现场看。